教育是一个非常人本的教育，它指的是特殊生呢进入普通班，成为普通班的一份子。普通学生跟特殊生呢是一起学习，达到了双赢。希望看到这部影片的观众也能够跟片子里面的孩子一样，学习及接纳不一样的人，像接纳晨晨一样。老师为什么会选择拍以晨晨为主角的纪录片？你怎么跟他沟通，跟他本人沟通，然后让他知道说，哎，正在拍这纪录片，然后纪录片是以他为主角？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说，我这部片子还好是找了晨晨当主角，因为我如果找一个不太会说话的孩子的话，会非常累。那他是就是可以从头说到尾，对，他是一个很爱说话的小孩子。影片里面晨晨的爸爸就一开头出现嘛，然后就是画面不是太多，那但是从纪录片里面也大概知道说，哎，他们他跟他小孩好像关系有改善，但是因为琢磨不多，所以我们搞不清楚说，到底有没有哪些我们纪录片没有看到的亲子之间的互动的故事。我之所以只看到前面，是因为我刚好因为他就到台湾来嘛。然后之后就是暑假的时候，我就跟着去郑州，然后我去郑州的时候才拍到他爸爸，对，就只有那个片段有拍到。然后我觉得他爸爸其实因为他爸爸他们家是开医院的，所以他就是这种治疗的管道他非常的多，也接触很多。然后他就一直觉得说，为什么用了这么多方法孩子还是没有什么进步。那我是觉得他家里算是很支持这个孩子，只是这个孩子感觉上就是跟一般孩子不太一样，对，所以他是一个很不好怎么讲，就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带的一个小孩，脾气也很大，对。那来台湾其实是改变很多，所以他家人有感受到？有，就是我那一年暑假，就是因为他的学籍还是在大陆啊，所以比如说他来两个月然后又回去了，回去还是要回去那个原来学校上学。那我那时候刚好就是暑假去嘛，那他们暑假好像有辅导课，然后我就一进去，他们看到晨晨来了，然后全部那女生都从另外一个楼梯就溜了，他们非常怕晨晨，对。然后可是他们都还是会说，哎，这趟回来感觉改变很多，跟以前不一样，他以前上课就很会弄人家，他会拿那个双节棍啊或者什么会去打人家或者是拖把，对，他有很多这一类行为的问题。来这之前他走在大街上，像幼儿园那么小的孩子根本就不认识他，就会说那个傻子过来，真的可伤心可伤心，真的孩子可伤心了。你说我的孩子如果伤害了那么我愿意，但是如果他行为不好又没有影响别人，那个环境就这样对待他。我住的那个社区是我们郑州最好的社区，我上的学校也是私立学校，那么这里人的素质已经是够高，但是他们没办法包容这样子。单单只是旁边的人对你的友善，无形中友善的气氛，单单只是这样子对待吗？还是说你们有用特殊的教育的一些绝招来安排？我去大陆有看到他的同学，他爸爸就是为了让他念那个私立小学，因为一般才三十几个孩子，那边私立小学每个孩子家里都环境很好，都是很优秀的孩子，那种孩子其实比较骄傲，就不太能够跟这个他相处。那他来这边，我们是觉得一方面觉得他就像个弟弟一样，然后又是原地来的，真的是同学是真的很友善。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教学就是比如说他刚开始不写功课，然后比如说也不洗那个不洗他的那个便当盒，到后来都写了，都洗了，然后也肯写，然后其实就是说我们只是跟他讲说，你要跟大家一样，你要在这边上学要跟大家一样啊，你不能这个都不做啊，对啊。然后就是
也不用花很多时间跟他讲到，好像他一进这个，就是他一进门，然后因为他有一个陪同他来的一个叫菲菲嘛，菲菲都会讲啊，因为菲菲才20岁，菲菲就说他好像一进了这个门就变了一个人，对，然后就是好像会呈现最好的一面给我们看。然后我是觉得他在那边几乎都是呈现最差的一面，比如他喜欢一个同学，他就后面一直追，追到人家跌倒，然后后来人家很生气，但在这边同学不怕他追，就是停下来，然后就会跟他讲啊你要干嘛呀，啊就会跟他讲话。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，哎，奇怪，这个孩子为什么就改变这么多？对，可能就是那个氛围就比较接纳。他家也是说这两年的经验对他来讲应该算是最美好的经验，因为后来他去到加拿大，因为他们家就移民去加拿大，他在加拿大也是没办法上学，因为他脾气太坏，他就是即使是念什么，整个班都是因为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嘛，你到那边很难被接纳，而且他有一些行为问题，啊，然后老师只要对他怎么样，一对一他就脾气就来了，对，然后所以这一段时间大概是他算是最特别的一段时间。第二题，虾叶哪一项是台湾著名的特色？新叶是。答对了。以下何者是新竹的名产？干米粉。米粉，好，对了。还有一点就是年月日姓名。在这里让他感觉别人都非常的尊重他，不会嘲笑他，尽管他做的不好不对，别人也不会然后去讽刺他。你本身是这个领域的专业，可是一般教授都是在好吧学院里面教书嘛，可是你却在1989年就跳下来自己办融合教育，而且既然想办法已经办就是开始从一个实验班开始嘛，1989年，然后好像看资料是说在1990年开始美国才有所谓正式的融合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班级，所以你当初怎么会会有这勇气或决心来办这样的一个班级，就是1/3都是特殊化的孩子，然后找到2/3一般的孩子一起来上课。我觉得当时，因为我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，因为我那时候民国78年，我76年从美国就是念完书回来嘛，然后应该是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校长说，哎，你可以做个实验啊，然后我是校长，哎，说就欢迎我们在学校做实验，那我大概就当真了，对，然后因为可能别人听一听就是啊，校长可能是讲客套话，就我真的就给他做起实验来了。啊，我就真的就从刚开始1989年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收16个孩子，里面5个特殊，11个普通，然后我就登报找小孩子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校长就给我一间教室，然后我就从那个开始的，然后我那5个特殊孩子真的还蛮严重的，对，然后我没看孩子，我事先都没看孩子，然后等到开学那一天，我天哪，啊，怎么每个孩子他们都有语言障碍，可是他们有些是自闭症，有些是唐氏症。对，然后普通孩子也是，就是而且我做混龄，我那时候做混就3岁、4岁、5岁混龄，然后里面有1/3的特殊孩子，所以难度很高，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小学的校长或者是老师，因为他们觉得我很多时间都跟小孩在一起，然后可是我是大学教授，而且真的都是义务，因为我就是拿大学教授的薪水，我把课上完，然后才能够去跟这些小孩一起玩，然后才可以去做课程，然后教老师。以正常一个人格发展，或是说人面对的社会的适应的学习过程中，融合教育跟特殊教育两个是平行线，还是有交叉的地方？特教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在特教系嘛，然后其实最主要是特殊孩子他在特殊班，他比较没有社会互动的机会。他的进步比较有限，而且加上确实是有一些人权的因素，让他回到这个普通班。那所以现在其实在台湾所有的普通班级包括大学里面都有收特殊生，全部都有。那只是说这些特殊生进来以后你还是要提供适合他的课程。那以前我做融合班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有做到因材施教，比如特殊生的考卷、特殊生的作业都是配合他的能力。
然后我们会把特殊生学习的目标放在我们普通班的流程里面，在上课会制造机会给他学习。那我们已经可以做到，就是说其实不需要将这些孩子抽出去单独教，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崇高的一种，就是已经可以做到这样，人力真的很节省，就是说可以同一个空间，可以、啊、同一空间孩子的需求不一样，可以同时做，可以啊。比如说比如说我举例来讲那个数学哈，数学比如说我们在上加法的时候，然后特殊生他可能就是只是在指认数字啊，对，那我黑板上都是数字啊，可他有一个前提是你上课必须比较活泼，才有比较有机会可以让特殊生也可以参与。如果你上课是就是大家都是排排坐，就比较没机会。所以你如果看过融合班的教育方式，你会发现它很像美国的上课方式，对，它有很多讨论的部分，然后有很多操作的部分。所以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是我们都有做到，而且不需要特别把这个，比如使用剪刀，我在教室里面，就是我就有地方会摆剪刀，也会有机会给他使用剪刀。啊，比如说他的语言目标很可能就是说使用句子，哎，我老师就会问他问题，让他有机会使用句子。对，所以因为我当时看了很多的文献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把每个孩子要学的东西都融入我们的课程里面，而且又不会影响普通孩子。然后我们做到因材施教。对，然后又比较强调人本这一块，就让孩子除了快乐学习，然后也学习去尊重。我非常强调孩子之间的尊重，他也觉得老师也不需要特别的去，就是用不同的标准，他认为这样甚至是一种歧视。所以我那时候写了一些就是融合的故事，就写就发生在那边，就比如什么是正常，比如记者来说，哎，你们谁是正常？所有孩子都举手，每个人都认为是正常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用很多种方式来教育这些普通孩子，而且我们之前做出来的研究是，普通孩子的成效比特殊孩子还要大，而且这个结论跟国外是一致的。对啊，所以融合教育已经从1989年到现在已经这么长时间，所以你手边应该有很多累积很多的个案，就是包括说每一届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正常的孩子嘛，所以当他们也慢慢的上了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进入社会啊，有一些当然我相信你有持续保持联络嘛，所以他们的自省，你要提到他们自省，有没有觉得说他们这段经验，就他们这一段一起跟一些特殊孩子一起学习成长的经验，当他们到了高中大学，身边都是跟他一样的孩子的时候，他会不会觉得自己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的地方？我觉得像如果以我儿子来讲，我觉得他就是他的心算是比较柔软，对，就比如说他一听到什么特殊孩子的事情，他就会比较会站在他们的立场，对。然后我觉得我们那边的孩子好像，因为我们有一年就是考高中嘛，因为他们初中不是念我们，就小学念融合班，考高中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新竹嘛，我们那时候一个班有16个普通孩子，几乎有8个以上上了省中。然后我记得我就接到家长电话，他说：“哎，真的没想到哎，怎么融合班的孩子一半以上都上了第一志愿？”然后他就觉得融合班可能是主动学习，就是自己会看书，因为我们很强调阅读，然后还有强调就是操作，所以孩子在这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好，而且都很会讲话，对，社会性都很好，对，所以他们后来就觉得说：“哎，从这边毕业的孩子。”就是感觉上，就是后来我们有些家长，就是普通生家长都有保持联系，后来小孩有出国念书啦，甚至有上哈佛的，对，然后他们都会觉得说这是人生里面很特别的一段经历。这礼拜过得如何？还不错，是不是？我们医生非要再拍啊。那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的？对，没有。那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开心的？我也写不了。来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是喜怒哀乐，我会再分别再练习。还没讲完，不要急。好，那你的家庭树这次很特别哦，你把爸爸放在第一名了，很棒，表示你现在跟爸爸的感情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好。你的期待就是说，融合教育，你拍了那么多部纪录片，然后有基金会这样不断推广。你期望达到怎么样？就因为台湾其实也特殊有这样需求的孩子非常的多嘛，所以你是有没有尝试说，
改变体制，还是说希望能够训练更多的老师，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经费，让更多人享有这样融合教育的成果？其实教育部，我后来那个就是实验班算是停掉了，就在2016年，小学更早，大概2014年就结束。那时候教育部其实就跟我讲，他说其实已经达成阶段性任务，特殊生都进入普通班了。哦，现在都进入了。都进入了，就是普通班里面不超过三个，其实不止这三个，因为有一些根本就是没有去鉴定。大学里面现在台湾真的全部都进入，所以台湾已经没有独立特殊教育的班级了吗？已经都打散了吗？越来越少。哦，是刻意的越来越少，就是把这个概念融合进去。就像什么资源班的学生还是大部分时间在普通班嘛，巡回班的学生也大部分，所以台湾80%的特殊生都在普通班。对，所以他们称我是融合教育之母吧。家长还是希望孩子在普通班，因为家长可以决定啊，是到特殊班还是普通班，可是家长还是希望孩子到普通班嘛。那至少台湾在这一块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，就比起附近几个亚洲的国家，我觉得算是强制性说一定要集中起来。我们算是就是到普通班的比率很高，哎，算很不错。不论是香港啦、新加坡啦，其实最主要是我觉得那个教学的制度，如果说太强调升学的话，其实不太容易做融合。我是觉得其他国家，因为他们很强调这种就是学生的成就啊，所以你看我们台湾，因为后来你看班级人数都减了嘛，而且台湾你看后来就不用考国中啦，对啊，就可以升就是义务教育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你变成你有很多机会去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教育，比如说无论是荒野啊或什么，很多人办学，像宗教也都办了学了，其实都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就是这个教育比较没有那么的功利，如果还是像早期一样的话，其实融合教育也不太可能有机会。我们第一批就是1989年第一批家长，我们很多家长是看了，就是他愿意参与这个实验，然后他给我们机会。我们第一年的教学应该是惨兮兮的，因为找不到老师，然后也是这样子，然后每天我觉得家长每天都是在门口看着我们上课，然后还煮点心，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小孩要吃点心。结果说那怎么办呢、啊？大学里面哪有地方给你煮点心呢、啊？后来是家长每天在家里煮好送，而且他们排好，煮了几年的点心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碰到一些很好的家长，然后就是家长一棒一棒这样接起来，让这个就是融合教育可以走下去啊。我其实我觉得，从纪录片里面真的也可以看出说，不管孩子的成长或者他有什么障碍，其实人内心真正的需求跟渴望，跟人自己的对待其实都是一致的，而且都是，也许可以不用透过很多言语或是很多后天的需求，我想这是人的天性吧。但我们期待说，影片更多人看，从纪录片里面至少在生活中以后碰到这样特殊的孩子，在某些场合碰到的时候，某些活动碰到的时候，他可以用更多不同的态度去对待他们。好，谢谢老师，也是谢谢导演。OK， 谢谢。